界这么一个优秀的 IP， 甚至它本身非常优质的这个交响乐作品，都是非常向往的，非常希望去演奏这个魔兽世界音乐的这么一个状态。能演奏这个魔兽音乐，那真是我作为一个魔兽玩家的一个梦。我是老玩家呢，我拿到了当前版本的德纳修斯大帝的名人堂，国服的名人堂前一百。玩游戏的时候，你进入一个地图一个场景，它这个音乐一出，特别能够把你带到这个场景里去。最喜欢的英雄是谁？最喜欢英雄西欧瓦纳斯。虽然他是个部落，从一个地方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建立一个新的国度，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。这个游戏给大家，就是这些老玩家们一些归属感，给我们这些音乐人也有种归属感。